各位 Man to Know 的读者，大家好，我是高伟翔 Godfrey。其实，我来台湾了这么久，而且我是台湾出生的，其实有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那其实今天去到了几个地方，我也是觉得，很像观光一样，因为我真的没有去过这些地方，而且台北老街也是不常出现，就是不常去看得到这样。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融入一下之前的台湾的历史。其实我在拍摄的过程中也有看到一些好像就是学校的小学生就是跟老师啊或者是跟全校一起来去参观，像今天有去那个自来水博物馆，我之前没有去过，但是看到那个小朋友就是去观光的那种感觉，就像我想起之前在台北的小学的时候跟大家去观光，像很多地方历史的地方，我都觉得蛮特别的。所以那个看到小朋友的时候，有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如果可以穿越时空的话，应该蛮想回到80年代，因为我是80年代出生的，但是我出生的时候是很小，所以没有看到很多东西。但是长大了之后才会真的是很 appreciate 80年代那种风格、那种音乐、那种时尚的感觉、跟头发、跟就整个人的个性，就是那时候的年代是蛮好玩的。那如果我真实的活在，我是真实活在80年代，但是我如果是差不多像16到20几岁那个时候活在80年代的话，我也是觉得会蛮特别的，因为我觉得那种风格、那种态度，我觉得80年代是最对我来说是最优秀的一个时代。那希望可以如果是拍戏也好，如果是拍照也好，如果可以拍到那种状态的话，我也是会觉得蛮特别的。时尚生活就在 Man to Know。 大家好，我是高伟翔。